我是柯小平，我不是王雅婷哦，你有看清楚不？我看清楚啊，我认识我家己决定，想拢把都走动。 我的感情我家己做主，我的生命你会当莫接受，你凄惨落魄，你嘛袂当怪我。要怪，爱怪你家己。你正义够有完整，你有能力，够有教养，你是一个优秀的查甫人。我就是看准这点，我才唔捌把我的感情收回来。不管谁甲我讲，我拢无要听。我知影。 你欠的是一个机会，你若是抓到的，你一定会当爬到更加悬，你会当有更加好的发展，我会当甲你斗相共。啊，不过你煞这尔心脑筋，为着过去的感情，为着无法度合理的订婚，你敢问到我亚婷安尼拖磨？我亚婷到底会当放你啥？你敢无法度甲陈兆仁调职？ 你敢无法度让你妈妈的目睭接受移植手术？你敢无法度提钱给你活干？你啥物拢无法度做，你干那会晓做一挂使用你会当做的代志，然后用幼稚的道德观念束缚你的人生。我可以问你一解，你感觉接受我对你的感情？ 你若是无做出选择。 检察官，你无动作，王雅婷嘛早晚会离开你。啊，不过你若是选择我，除了王雅婷袂当留的，我什么代志拢有法度支援你。方美兰，我会甲你打的。你甲恁爸爸妈妈的关系，我会甲你做伙弥补。我拢讲到这，你敢？ 搁想袂清楚，你若是有权势，你绝对是一个难得的对手。啊，不过我袂予你这个机会啦。你还是人较水茫茫，逃避现实较鬼气啦。啊 我唔是讲我的马，我介意照顾你的感觉，咱去边仔公园食好无？我看你的手，你袂惯势哦。没啦。你骗我，袂惯势就是你这种的表情。 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袂怪你，因为你接受我的感情才几点钟呀，还阁需要时间适应。啊，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你骗。